我是康康，今天我和朋友高奎来到这个修理厂，花了40万买了一辆新车，看看他那个焊高栏，看看进度怎么样。人家叫你啥时候上夜班，你啥时候上夜班，你不辛苦吗？能成给自个干吗？高伟，是嘞。罚多少钱买下来？38万。人家做大响做好吗？做了吧，这不做完能行了吗？做完不开始出了吗？你这个进度还得做10来天了呀。那还得，这不就是10天吗？还得10来天吗？他现在做几天了？反正做就说8天了吧，半个月。这做八天，他做八天，感觉他没出活嘞，还给他。活忙嘛，人家那活忙，人家说干不起嘛。这边几个老人搁这喊大响嘞呀？多找两个老人，是不是焊得快一点？那肯定啊，那老人干起干不起，你看。上面是焊法兰吗？的。法兰两层。油箱现在做的是可以的，这个油箱差不多光加1200吨油，油箱续航能力好得很。那喷漆这前面就是楼的压板，就可能就是可能了。这都生锈了，各位，这都生锈了，这喷漆还喷来了吗？人家不说了吗？这是不是得提修？抛光。哦。像那种正在磨的，应该是提修。看这还以为那人家，看这不是长得好钢材啊？我师傅在这里焊花篮呢，现在我们装淋水的，这不装啊，等弄完了装。有没有那个液力环速的那种？咱这低配的不带啊，高配的不带。那先跑山的，光山路那不用装那个淋水的。对，这停在这里一溜车都是来到这个修理厂做大箱的，这是刚买的车子，在这里等着做大箱。现在修理厂人少，忙不过来。